10月15日是火箭少女101成员孟美岐的20岁生日，当天好友吴宣仪零点刚过就在微博晒合照为其庆生，配文说：“生日快乐，时间真快，第5个生日了，每一年都要懂得照顾好自己，越来越强大。”同时还附上了一个大大的爱心。照片中两人坐在车上，十分亲密的对着镜头做出可爱耍酷的表情。随后我们的寿星孟美岐也在底下回复说：“谢谢我的怡宝，我们都要越来越好，爱你。”网友也赶来祝福道：“宝贝生日快乐，会一直陪伴你，你一定会成为想成为的人，加油，生日快乐，我的宝贝。”未来有你有我，芒果网新闻，美琪小姐姐生日快乐呀！也祝两人友谊天长地久。报道。